你为什么要哭呢？你有钱是命运苦恼，听不得讲，听公公奶奶跟妈妈听啊，听公的。我只想帮你赚一赚钱，我知道这样做不应该，可是我真的只想帮家里赚一点钱啊。小孩子念书就好，赚什么钱啊？ 刚刚在警察局，那个老板娘还说你跟人家借了5万块，小孩子要5万块干什么啊？拿出来，我拿去还给人家。5万块，我已经花掉，花掉了，啊，花掉啊，5万块，你一个小孩子是怎么花的？我用爸爸的名字。 珍珠粉，还有钱，寄回家，寄给妈妈了。你说什么？是说上一次你寄的钱和珍珠粉，是你寄的？那那封信也不是你爸爸写的。 我叫一句爸爸，我怕，如果是我写的，你一定会认出我的笔迹来的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看你跟奶奶每天都那么想爸爸，如果有爸爸的消息。 你们一定很开心，我只是为了让你跟奶奶开心嘛。而且我也不肯把钱直接交给你的奶奶，你跟奶奶就会问我那些钱怎么来的，我不敢告诉你们。你，傻孩子。 你真是个傻孩子，也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想的那么多。秀兰，你就不要再骂孩子了。刚才孩子说什么，你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也难得他有这份孝心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！啊，高兴。 我怎么高兴得起来？我本来以为我们家师兄有消息啊，我本来以为就算他不回来，可是他寄这些东西回来，表示他心里还有我们一家人呢、啊。要不起码证明这东西给，真的啦。 妈，对不起了，小兰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小兰又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。妈，你原谅我了。阿满姨，你帮我求妈妈嘛，妈，不好了，原谅我了。秀兰，你看。
你怎么能起来吧？啊，小兰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呀！我不要起，如果妈妈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，我就不起。妈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好不好了，妈？原谅我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妈。 小兰，雪兰，别着急嘛，啊，再等一会儿，医生已经在急救了。我，哎呀，怎么这么久呢？ 情形怎么样啊？非常糟糕，恐怕有生命危险。啊！王阿内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你女儿的病延误太久了，你们这些做家长的太大意了。当她有血尿的情况，应该赶快送来急诊啊！血尿？我不知道她有血尿啊！她的肾脏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，你们现在才送她来治疗，已经太迟了。 他这种狼疮式的肾炎非常麻烦，就算我们用很多的类固醇来给他治疗，还是很难控制的。那怎么办？医生，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一定有别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！我们尽量挽救他的生命。如果大量类固醇冲击式的治疗仍然无效，我们就给他用化学免疫药物来治疗。 如果还是不行呢？如果还不能控制，那就会造成肾衰竭，那他以后恐怕要靠长期的洗肾来维持生命了。洗肾？这怎么会这样呢？洗肾？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说我女儿的肾脏坏掉，啊，她以后一辈子都要靠洗肾哦？如果我们挽救了她的生命，即使是肾衰竭， 也可以靠洗肾来维持。我担心的是，你女儿连洗肾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不要吓我，你不要吓我！不是吓你，我是希望你们有最坏的心理准备。哎，秀兰，秀兰，你可不能倒下！ 别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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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这
秀来，阿小南今麦安怎？医生讲，这两天啊，小兰的病情如果没有比较好，恐怕就救不活了。秀兰，哪会安尼啦？阿小兰在面对面的时，人都好好，安尼佫活跳跳的，唔安入面颠倒海。医生早都有交代讲，小兰这款病哦，啊如果控制得好哦，还好好的；啊如果控制不好哦，血死人的啦。小兰你还这可怜的啦，哪会得着这款病啦？都是我不好啦，我根本就没有给他注意到哦，有没有按时去给医生看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按时间吃药啦。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在掉头发呢，而且哦，他的斑什么时候变多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医生哥讲，他的尿里面有血嘞。啊，小熊伫咧时阵哦，我甲因阿妈吼都想讲，啊，反正小兰已经大嘛，啊，自己会照顾自己呀，啊，所以我们的心思吼都放在小熊身上啦。啊，小熊走了以后吼。啊，我一直想要做一个小生意啊，所以也没有去注意到小兰啊，我怎么知道她的病会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？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这个做妈妈的不好。秀兰啊，你别再去逼你家己啊啦，你家己身体不好，你哦莫伤过伤心啦，这哦你乖哦爱怪天公伯啊啦。天公伯哦，实在足无公道的啦！你到底无钱，你可怜哦，可怜大家在破病。对啦，小兰，我只有一万块哦，啊是，我拄仔去收回啊一个啦，你先摕去用啦。袂用你啦，我欠你遐济啊，我袂用搁摕你的钱啦。小兰，咱是好厝边兼好姊妹啊呢，你着莫搁我客气啦，我知影你即马当无当下啦。对啦。你敢是要去病院，啊，搁去甲恁婆婆交换班，啊，歹加装煮好啊啦！你赶去病院哦，甲恁婆婆食啊！啊，你要去顾小兰，小兰哦，即马爱你照顾，你身体爱顾好啦，你绝对袂用倒落去呢，你爱紧甲较照顾的啦，我来传就好吼。阿伯呢？你对阮遐好，有一日。阮等家若有出头的时阵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的。咱是好姊妹啊，你莫安尼讲啦。秀兰，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到你们家里，怎么都没有人接电话呀？你还好吧？我担心死了。不好啦，我们家哦都搞透了啦。小兰生病啊呢，医生讲哦，她可能有生命的危险，拖不完过啦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起码无时间跟你讲这啦。我要来去病院啊！吼！等一等，秀兰，你上次跟我说你有志雄的消息啊？那是误会啦，完全是误会啦。志雄哦，根本都无啥会回来，也不客气回来，也没有买什么珍珠粉给我。那个吼、哦，都是小兰为了要安慰我，她设计这么做的啦。那你是说，你心哦，是小兰拜托人下的啦，啊珍珠粉哦，是小兰自己买的啦。她为了让我好过日子啊，啊她哦自己偷偷跑去做什么槟榔西施呢？像她哦有这种病的人哦，应该要在家好好休养才对啊，结果哦她跑去。当什么槟榔西施啊？你伫外口咧拍日头，所以吼、哦、病情才会恶化的啦。拢是我唔好，拢是我唔好。
哎呀，秀兰啊，别跟伊讲了啦！来，电话好了啦。哎，对不起哦，没有空跟你聊天啦，再见。哎，喂，行啦，我都准备好了啦。大小花郎你好，啊，唐姐，你好，真没想到你会打电话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只是想问问看，你在这个新环境工作的还习惯吗？习惯呢，很习惯，又工善宿，待遇也不错，工作之余我自己还可以画画，我真的很满意。唐姐，这一切都要谢谢你啊。谢谢你介绍我到这来工作。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呢？啊？请我吃晚饭怎么样？哎呀，吃晚饭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怎么？你连请我吃顿晚饭都舍不得啊？哦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是因为我这边下班了以后，我还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班去，所以。我根本连吃晚饭的空档都没有，所以只好跟你说抱歉了。你说你还到另外一个地方上班，上什么班呢？哦，是帮一个餐厅代客停车。你在帮人家代客停车？